嗱，唔知你有冇咁样谂过，就想体验一下游客眼中嘅香港究竟系点嘅样嘅呢？喺呢年纪以嚟，我身边有唔少朋友都试咗佢哋嘅第一次啊，包括第一次搭安平三六零啦，第一次上 Sky 100，用一个咁离地嘅视野望香港，仲有第一次去香港迪士尼啊，第一次喺香港住酒店啊等等，呢啲咧都系游客眼中系嚟香港理所当然要做嘅事。咁迪士尼我未去过，亦都兴趣不大嘅，但其他我都试匀晒噶啦，唯独有两样嘢我未试过，就系一坐嗰啲开篷巴士游港九，我真系好想知沿途嗰啲导赏录音会讲啲乜。二咧就系坐一次呢一首香港嘅 logo 游维港。嗱，我知嗰条飞龙先系香港品牌嘅 logo 嘛，但论代表性嘅咧，我觉得梗系呢艘帆船完胜噶啦。所以前排喺 Facebook 见到有广告弹出嚟话佢有得坐住佢游船河，再加食埋下午茶咧，我二话不说就揿入去 book。嗰时系六月头嘅事，但我揿入去咧已经得翻六月廿五、六月廿七呢两个选择噶啦。咁我就拣咗廿七号星期日呢个尾班车出发啦。所以当你睇到呢条片嘅时候，应该都冇得 book 噶啦，就当系纯粹感受下坐喺呢一艘扮到咁故色故乡、咁有代表性嘅张宝仔号帆船，究竟系咩一回事啦？预约时间是下午三点半，咁订位资讯嗰度嘅建议你可以提早15分钟喺尖沙咀嘅一号码头，即系文化中心对出嗰度等上船啦。嗱，虽然嗰日系星期日，但我都以为应该冇乜人啦，系嘛？嗱，我哋系玩到冇嘢玩，所以先明知山有虎都自投罗网嘅啫。但睇嚟原来香港嘅 logo 系好有吸引力嘅。咁本地人同外国人嘅比例，我望落就约莫系一半一半左右啦。我前面仲有两三个外国 family 排紧队。嗱，点解美食都知系服呢？嗱，咁谂下你就明噶啦。呢艘观光船里面又点会有一个功能完善兼且有几个师傅喺里面做紧嘢嘅厨房嘅呢？你望下啲职员，佢哋要食嘢要食下午茶嘅话，都系嗌外卖嘅啫。所以可想而知，其实下午茶嘅甜品糕点应该都系命运嚟嘅，一早整定噶啦，够钟就整翻热佢。咁虽然其实好多酒店下午茶都系咁嘅样啦，但起码酒店厨房嘅设备齐好多，同埋有厨师监控嘅品质先啊嘛。好啦，准时三点半上船啦。嗱，佢冇分划位嘅，即系换言之，大家系自由拣你想坐边个位置啦，靓位先到先得。咁啊，先嚟行个圈嚟望下艘船嘅环境系点嘅先啦。嗱，啲片段我已经系尽可能咁保持平稳噶啦。其实艘船系几浪嘅，拍岸嗰时个摆动嘅幅度系更加大添。咁啊，先睇上层啦，佢每边系各自摆住十二三张太阳灯咁样啦。咁后边位置嘅凳咧，个景观一定冇前排咁开扬噶啦，但坐就可以坐得大爷少少。佢有啲茶几仔放喺度，放你摆啲嘢饮。咁我哋原本都谂住系坐呢啲位嘅，觉得啊咁样几好景观啦。但谂谂下，阵间系食下午茶嘅，咁坐呢啲位咪好窄，好唔方便啦。所以我哋转咗去前面嘅一啲呢啲位置，其实一样都用翻呢款茶几仔嘅啫，但起码坐嘅空间松动少少，而且喺角落位咧，可以一次过望晒船头同埋侧边个景都睇到。好啦，咁落下层睇睇啦，咁睇下船舱先。嗱，我咁形容咧，佢系几符合喺游客眼中旧市香港嗰个年代俾人印象嘅摆设嚟嘅。其实我觉得几好嘅，起码骤眼望落都有啲岁月嘅痕迹咁样。同埋呢度嘅好处咧，佢系有四平八稳、大张见使嘅台啊，可以正正经经咁样食嘢，兼且有得凉埋冷气添。但就冇景观可言嘅。咁换言之，其实你唔使上船食啦，求其揾间维港景嘅餐厅都好 view 同好坐过呢度。船舱位置都有个吧台嘅 area， 都见到有几盏保温灯放咗喺度。我估系平时游船河嘅时候，可能有啲一口小食放喺度，货人送下酒咁样啦。亦都见到有啲好西式嘅嗰啲海盗嘅道具喺度添。嗱，即系其实点解见到艘船叫张宝仔号呢？我真系唔明点解改呢个名，系咪想将个包装成系东方嘅 Jack Sparrow 咁样嚟 sell 俾啲游客呢？咁啊，希望唔系啦。好啦，咁啊睇埋外面啦。嗱，个船头位置都放咗几张台喺度嘅。我之前一开始系谂过系坐呢度，因为佢既有一个乘风破浪嘅动感，张台又够晒大张，而且头顶就系个帆噶啦，打卡一流嘅。但因为嗰日嘅天气实在系唔稳定啊，全日都系天阴密云，又会间歇性落下雨咁样，所以我最后都系拣咗坐楼上，起码都要叫有瓦遮头啦。亦都想象到，如果好天嘅时候坐呢度咧，应该都几有风味嘅。好啦，环境睇住咁多，翻返嚟睇翻个主角啦。下午茶嘅甜品糕点放咗一个几有中式韵味嘅层架上面，我谂应该特登订嘅，所以佢咧啱啱好 fit 得落一个咁窄嘅位，又连埋呢个扣位，一拍落去咧，再将个层架锁实喺张台上面，唔怕抛嚟抛去咁样。
十款嘅中西結合嘅甜品糕點，都冇按咩甜點定係鹹點咁嘅分類噶啦。高低錯落咁擺放，用個飯同埋個海做背景襯托嘅話咧，打卡嘅效果係幾正嘅。咁佢每人都包一杯飲品啦，可以揀果汁同埋紅白酒都得。咁多多揀一杯橙汁，我咧就嘗試代入遊客角度揀咗白酒，因為都好少見下午茶套餐可以喺唔使額外加錢嘅情況下咧飲紅白酒，亦都果然啦，呢杯佳之選級數嘅白酒真係飲一啖就夠皮噶啦。我唔系讲笑，佢真系好难饮，而杯橙汁咧，只系正正常常，但相比之下已经好饮好多噶啦。咁两个人 share 一杯橙汁系唔够噶嘛，我系宁愿额外俾钱买多支水，我都唔愿意再掂呢一杯超值牌白酒。好啦，咁啊开餐啦，食个松饼先啦，一人一件松饼，其实未拎上手都知系奶奶啲嘢噶啦，嗰种暗哑模式，好似摆咗好耐咁嘅款，其实望到都唔系咁开胃。佢係乾到嗱，唔知點解個頂個拍咧，可以成個好似揭蓋咁成層揭起嚟嘅。咁所以你都想象到個質感係點嘅樣噶啦。嗱嗰時我仲寄望話啊，會唔會個 jam 或者個牛油可以帶翻少少味出嚟咧咁樣？結果就唔好提啦。即係總嘅嚟講，就係佢係嗰種會一路食一路苦笑嘅鬆餅。手上呢一件係黑椒黃牛酥，一拎上手嗰一刻咧，佢就好似泰坦尼克咁樣斷開咗。乐观啲谂啦，咁系因为佢啲馅足料先聚收到会断嘅啫。但又唔好话佢啲馅又真系几多喎，嗰啲牛肉馅啊实得得咁嘅款嘅。其实我都系似食紧一个牛肉馅饼，都好似食紧一个黄牛酥。不过唔好睇我讲到咁，其实食完成餐掉翻转头嚟谂嘅话咧，佢算系数一数二最 make sense， 算系比较偏向近乎好食嘅嗰款嘅啦。在游客眼中，佢算是冇食过，等于冇嚟过香港的蛋挞，细细件咁嘅款啦，一口 size 嘅蛋浆算是偏甜，个酥皮都好厚啊，同埋最紧要是佢已经冻晒噶啦，好似食紧一个3:30买翻嚟，但等到6:30收工先食嘅蛋挞咁嘅款。咁跟住呢个系一个孖式嘅烧卖啦，嗱块皮唔同颜色嘅啫，个馅系一样嘅，个卖相都几甩皮甩骨啊。咁凍咗都係必然嘅啦。喺一個咁大風嘅環境之下，其實我已經唔會對温度有咩要求嘅啦。但好地地一粒燒賣，點解你要加粒黑蒜入去呢？我諗不論係本地人定係遊客，都唔會認為喺蝦膠裏面埋一粒黑蒜咁濃味嘅配搭係好食係嘛？呢個係松露蝦餃，個餃皮太厚啦，同埋其實除咗鮮刨嘅靚松露會有陣香味之外咧，其他松露 product， 尤其係啲好廉價嘅松露醬，其實食起嚟係得陣噏味嘅啫。我覺得真係唔需要咁樣畫蛇添足，其實本身蝦餃都幾好食啊，係咪？嗱，雖然嗰日全程都係烏雲密布啊，但即使冇陽光直接曬住啲甜品都好啦，都成30度嘅嗰時嘅温度，所以佢哋個狀態就唔係咁理想啊。我都無謂再 comment 太多落去啦，大概望下仲有咩食啦，仲有呢個係檸檬塔啦，同埋 opera cake 啦，仲有個 tiramisu 咁樣，其實都係啲好街坊麵包鋪嘅甜品味道。哇！這個就勁啦，真係估唔到食到臨尾先要打大腦。拎落嚟嗰时，我同多多讲，我就话啊，你估呢个系咪嗰啲咩红豆白糖糕啦？后屘我系要睇翻订位资讯，有写个 menu 我先知，原来佢系 butter cheese 嘅 cake 嚟嘅。咁就无谓面噶啦，最后食埋嗰粒正正常常嘅马卡龙就算啦。咁啊，算系完咗呢一个好有趣嘅下午茶体验。系啊，都几得意嘅呢一个，啲味道系要估嘅，都几好玩嘅呢一个。好啦，咁嘢就食完噶啦，而游船海又点嘅一回事呢？咁我哋3:30就喺尖沙咀开出啦，然后就直奔将军澳方向，若果系去到见到嗰条跨湾大桥咁上下位置咧，就 U turn 翻嚟，然后就直奔尖沙咀，咁就完噶啦。系啦，全程90分钟，咁啊3:30开出，5:00左右咧就翻返嚟码头呢度落船，畅游咗半条维港，冇话都去广东南，即系尤其香港仔嗰度咧望下昔日嘅渔乡风貌，冇嘅，亦都冇话留耐啲喺维港嘅正中间嗰度望埋日落先走，就系咁样噶啦，都算系几走马看花嘅个半钟。可能对于啲游客嚟讲，呢一种体验过就 OK 嘅旅程，其实系几适合佢哋嘅。咁个半钟咋嘛，时间唔算长唔算短，你之后再安排行程都方便啲啊。我諗特别係对于嗰啲坐游轮去好几个城市，中途可能停喺香港有大半日自由时间活动嘅嗰种游客呢，呢啲有嘢食有嘢飲有得打卡，而个时间又唔长嘅行程係几啱佢哋嘅。
咁样嘅既有得游船可，又有少少嘢食嘅行程咧，我谂起大半年前我香港仔坐过一个专门讲香港嘅起源同埋水上人文化嘅一个旅程，咁嗰个就全程都录音导赏解说啦，同埋佢系会喺避风塘当中穿插嘅，可以好近距离咁去望到啲渔民嘅生活模式，仲有得上埋一手去改建成展览馆嘅住家艇嗰度参观，最后就食埋几乎成为历史嘅艇仔粉做 lunch 咁样先走。咁前后都系加埋约摸两个钟左右嘅行程，但就深度有好多，同埋食嘅嘢都正常好多，你起码新鲜整嘅先啦。不过可惜啲游客咧就唔会揾到呢啲咁样嘅细规模嘅本地文化游嘅，始终呢一首着晒灯红当当嘅香港 logo 系容易吸引到佢哋嘅注意力多啲嘅。嗱，你唔好话，嗰日我哋落船之后咧，已经先后俾人问咗两次点样 book 呢一首嘢。好啦，咁今次游船可卡食下午茶咧，埋单两位，一共798元，包括服务费嗰啲噶啦。订位嗰时用 credit card 付 pay 咗，咁我顶唔顺佢 book 白酒，所以额外买支水咧就40元，呢个可以俾 cash。咁798元咧就相当于系720元两位嘅下午茶，再收加一咁上下啦。嗱，呢个价钱定位算系睇齐咗全香港最一线最贵嗰几间酒店嘅下午茶噶啦。但好明显个食物質素真係差到有啲过分啊！其实约摸就係公司搞圣诞 party 嗌到会嗰啲質素，仲要係嗌嗰啲中下水平嘅到会，係会食剩好多嘅嗰一款。咁我知，咁喺一个咁大风嘅环境呢，个食物係会冻得好快嘅，同埋都好容易被吹到干咗咁样，或者因为温度而啲 cream 啊嗰啲会塌得快咗。但我谂你睇完之后都明嘅，食物質素都唔係一般嘅令人失望啊！咁我嗰日喺 Instagram 出咗个 story 啦，哇，真係群情汹涌啊，劲多人复话平时佢见到个拍喺度呢都 feel 到係服㗎啦。亦都有好多观众朋友分享佢哋做游客嘅时候中过嘅一啲圈套。咁令我諗返起上次我哋去旅行呢，哇，恍如隔世咁耐，都要喺19年年尾嘅事啫，但好似隔咗好耐咁嘅款。咁如果你唔介意拍得差，又想搵啲旅行片嚟指下条引嘅话呢，可以睇而家右上角弹出嘅连结或者片尾嘅相关播放清单。咁嗰个旅程嘅重点呢，就是去求婚。揀土耳其嘅原因咧，系因为佢喺我眼中系一个好梦幻嘅地方，尤其系热气球之乡 Cappadocia。你可以坐热气球，如果你怕高唔敢坐嘅话咧，其实你就咁企喺栋嘅酒店嘅天台，已经可以极近距离咁接触到噶啦。对我而言，好似坐住飞机环游世界咁，系一个 whole new world 嚟嘅。但对于当地人嚟讲，就系、是，超嘢都系咁噶啦，大乡里咪有啲巨型气球浮下浮下咁样，有咩好威，有咩好型啫？咁去伊斯坦堡嗰次又系咁，嗰、那个博斯科罗海峡又系话必去嘅。嗱，坐啲观光船都唔平嘅，但就正如本地人佢唔会同你癫啦，佢会用两个六搭天星小轮一样。啊，上层贵啲，都系3.2啫。Weekend 嗰次咧贵多1元，但一嚿水都够你搭几廿次噶啦，可以来回最靓最 iconic 嘅维港定段10-20 round 都得。咁我都明做游客嗰时总会有一种系一场嚟到唔好计到咁尽啦嘅心态。咁所以平时有时喺尖沙咀听 busking 嗰时咧，系会见到等紧上船嘅人咧系大排长龙嘅。嗱，今次我算系满足咗自己嘅好奇心啊，亦都体会到呢艘船对于外国人而言咧，又的确系有值得打卡嘅魔力嘅。因为从前嘅香港系一条小渔村呢个印象咧，系植根咗喺好多游客嘅心目中。我见佢一日开出几次，咁所以我就揾下佢有冇啲系唔食嘢斋游船可嘅 package。嗱，系有嘅，咁佢有45分钟船程，包一杯嘢饮就200元一位，其实都好鬼贵。但如果你下下拎啲受津贴嘅渡海小轮同埋一个自负盈亏嘅观光船相比咧，就意义不大嘅。我谂如果我系游客嘅话咧，两嚿水港纸游船可呢个价钱我 OK 嘅，但食嘢嗰 part。我覺得真係失禮街坊，失禮埋香港添。陣間人哋以為話，哦嗰啲咩蝦餃、燒賣、蛋撻嗰啲講到咁巴閉，原來咁嘅就係咁樣，啊咁啊賴嘢啦。但船上面嘅職員咧係值得大力一讚嘅。嗱，先唔講佢哋嘅工作環境係遠遠複雜過一般正常一間餐廳啦，而且佢哋對於幫手影相係有求必應嘅，兼且唔係揸羅攤喎，唔係嗰啲口黑面黑求其影到俾你錯曬掉翻俾你咁樣，而係佢哋係熟曬艘船喺咩角度影係最好噶啦。個服務都算殷勤嘅，人手都足嘅，而且上落船嘅時候咧係會前前後後扶到你實，一個上完岸再慢慢扶另一個，呢啲位置我係好欣賞嘅，印象分好緊要啊嘛。
所以好啦，咁今日片嚟到呢度啦，我都好想知道你哋有冇试过喺香港做游客嘅经验呢？如果有嘅话，又同你原本嘅想象有冇出入呢？喺留言区度分享一下，我哋下条片再见。